哦，让他吹一个呗。投300米的，我让你多拿点有毛病吗？我搁这玩是看你俩就表演这两三个的吗？啊，那咋没毛了？病，没毛病。我来这你边就是接愿意单的玩，话，领先是来愿意替你玩。压力的呀，我往啊，前面看看路。嗯，我点你来，我让你多赢点儿，多给我赢一点分儿，有什没么给错你赢啊？呢，没给你赢啊，落后了呀，我让你多赢点儿，有错吗？你没就错当呀，着那你当着其他人面来怼我。我怼你，你先怼我的，肯定怼你呀，我什么时候怼你了？我就让你多拿点分也是怼你。你当个陪，你就这么受不了压力是吧？那肯定受不了，领先肯定受不了压力的，落后还能受一下，领先这么你受这呀？是，不行你就才投诉领呗，先多夏夏。少啊？四个？就是投诉的，四个呀，对呀，四个什么头呀。赢四哎，你看看，你看对面这个老板，虽然说那个贱了一点，但是呢，你看他人家落后呢，都一句话没说呢，看到没有？哎，你怎么说我姐呢？你怎么说我老板呢？什 么？我是中肯的嘴评这么价贱呀，的吗？我太中肯了。我让你多赢点有错吗？没错呀。我让你多拿点评分有错吗？没错呀。你一个陪陪啊，你你一来个陪老陪就板算呢？了。你一个老板算什么呀？你作为一个男的，你跟我这么一个女生那么说话，也挺丢人的吧？哎呀，你作为一个女人，怎么能说这种话呢？真的，太没良心了，领先你这样了。让我丢脸！哎呀，啊，这么斤伤我斤的面计子，较的，是大一个男陪人得。干的事儿吗？你先让我丢面子的你能不能呀！作陪就有点陪的态度？我态度太好了，我哎这呀，态别度，他妈！换其他人高低得骂骂你，怎么？我这态度太好了。别他妈恶心我行不行啊？要说我早就投诉你了。就是啊，就是，要我我早投诉了，什么？要是对面这个老板，我早就骂他了。夏夏，你看我现在还没骂你。夏夏，真的。你看，你就偷着乐你就吧。是你脾气好，不舍得投诉他。对。你这种服务态我还没骂你啊！让人恶心好吗？啊，这都恶心了吗？那领先都让着你恶心了，那落后咋办呢？你应该就是喜欢输，应该。领先领先半个头都是领先，懂不懂？哎呀，你不行，你就投诉嘛。就是我态度放不下来，是技术不允许，态度放不下来。真的呢，懂吗？他要是我点的陪玩酱跟我说话，我早就投诉了。你要点我的话，高低得骂骂你，懂不懂？真恶心啊！OK，拿下。就是一个叫我投诉。别忘了，默默玩的什么？玩的塞纳呀，塞纳。姐，你玩的啥呀？啊！欢迎来到英雄联盟。姐，你玩的奶妈。奶妈吗？嗯。OK， 那姐，咱俩包下呗。走，我们走，我们两个去上。哎，咱们去上了。走。对，走。走好，你得加油啊！那我应该出个多兰剑呢，感觉。对。差距给他拉大点。先把一血送了吗？你的大差距不会就是你就这么信他，先比我拿一血啊？你说出来不好笑吗？就这种三瓜俩枣也好挂在嘴边来炫耀。那行吧。哎。他杀一个人，他都得炫耀炫耀。前两把只是在试试他的水分，没事。他先别脏我，他一旦敢脏我，哎，我就脏他。懂吗？你看他这两把打得挺好的，我们只能反击，因为我们是主播，啊，没办法，对吧？我们不可能主动去恶心别人，懂吗？人家恶心我，啊，我们必须得恶心回来。下路都三杀呢，就自己一个人。如果我没干主播，我当陪我高低得恶心一下他，高低得骂骂。我嬷嬷什么人，你们不知道吗？姐，你送吧，送个一血吧。姐，你先把一血送了，给对面送一个， okay，没事。有害怕我拿是吧？我们去送，我们去送，不理他吧。走走走，不是一血加五个头吗？哎呦 ，OK， 我死了，他送完了，这叫史必达，知道吗？立马就送，这叫配合，上了懂不懂？叫心有灵犀，懂不懂？我跟嬷嬷之间的心有灵犀，嗯，可惜了，心有灵犀少一个。就是少输点儿，一个缺钱，不想体贴。毕竟一个投300米，再怎么缺钱也不像某些人呢，连账都不带结的，吃霸王餐呢，嗯。你要在外面，你要在餐厅吃霸王餐的话，啊，高低人家得揍揍你，懂不懂？像那种在外面服务员跟老板
说话说这么恶心呢，估计也早就被开除了。那开除了，那这种店的话，那这种店不待也罢了，好吗？没事吧？怎么还有人不结账啊？哎，怎么咋回事呀？怎么还有服务员对老板那么差呢？哎，姐不，这个头。那谁知道呢？哎呀 ，A 他，小 A 他 ，A 他 ，A 他拿头，没事的，没事的。定故 A 他 ，A 他 ，A 他 Q 他 ，A 他 ，A 他 ，A 他双杀。舒服。哎，姐，这盒干嘛呢？就是，回来了。我没有，刚一波下路小失误，让他俩卖。哎呀，姐两个头，舒服。不要去呀！我们都两个头了。没事，我着急拿头了，刚刚。你别着急，回家我哪能打？再把我的当 ADC。嗯，慢慢打，我先发育发育。对，你要想拿人头的话，可以来上路，就是、不用去下路。哦，我俩会帮你的。他会卖你，有人去中了。哎，莉莉亚来了。坟墓里寂静无比。嗯？啥意思？哎，莉莉亚去中了啊！助理给我发消息了。恭喜钢板选手，接下来的比赛会有个全新的模式，晋级的选手再接再厉，拿到更好的成绩。 OK， 好的。毕竟你一人在中路不是很好的。好的，钢板收到了。就是、嗯、没事，等我对，等我六级稍微好点。我赢了。 OK， 没关系，小把这英雄后期的魔法羊叠起来了，慢慢打，一个 W 他可以叠、可以叠，慢慢叠，不着急啊。毕竟正常玩，我们是压他呢。呀，为什么？嗯？先补刀。A 他。嗯。A 他。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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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Q 他。A 他。A 他开 E。Nice。W A 他。咱仨打他们俩还是没问题的。A 他。轻松。A 他 Q 他，那肯定的呀。是温顶，温顶，拿头拿头。A 他，没事，他玩似的。双杀。Nice。双杀，双杀。一些。双杀。起飞。他五杀，五杀，五杀翻倍啊，星河。哦，我不记得了，姐，你当时那会儿跟我说了。一个人头三百点，五杀翻倍。星河多赢点儿。放心吧，姐，我这会儿这个发挥起来。好拿人头，我拿这个英雄了。星河，真的，你只要好好打，是吧？咱们仨一块儿，我到时候跟家一块儿多给你接一份，行吗？啊，只要你好好打。行，姐，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我这边也不会亏待你的呀。明白，咱姐不是小气的人。本来就是。那你看，你夏姐也不缺、啊。就是你好好打。嗯，对。不给某些缺钱啥的，多给你加一份、哎。刚才我老板叫谁来着？这你不压力你家小法师呀？都零杠一了，这不催一催？零杠一我单杀，区别对待是吧？我就说你没这么好吧？人家怎么就杀了？哎，怎么不让他领先几百个头啊？说话呀！搞双标，之前不会人家就已经领先过你几百个头啊？啊？他帮你。就之前又没说领下，真的不压力一下他呀？他都零杠一了，咋回事呀？人家看看他，人家不会怼老板呀。啊，我就说吧，没事找，没态度，要啥没啥的，不态度。人家讲话温温柔柔，像你这样，一开始就开始怼老板的，我也是头一次见了。A 他 ，A 他 ，A 他 ，Q 他 ，A 他。Q， 哎 ，A 他，他这个服务态度真不咋样，真的。就是，那就应该投诉他。这不压力一下他呀？我都已经叫客服，就是叫助理来了。A 他，哎，他这服务态度真的太差了。Nice， 三杀。OK， 嗯。
还是我们嬷嬷厉害，我前段时间打的跟屎一样。我都七个头了。哎，来上路拿人头，如果你在中路过，哦也是姐，他们这一把他们是一人一半的，没事。可以。可以，哎，可以单杀了，就是单杀是什么含金量？两个人走下路又什么含金量？对呀，两个人走下路给叫起来了，谁不知道叫什么？我们夜魔三杀呢？七个头，七个头，因为跟着你呢。姐，咱们双人路的话，二 v 二也相当于也是单杀，对不对？咱们二 v 二，对呀、啊，是不是？对呀、啊，没关系，我们两个去帮星。我们可以去帮，就是啊，咱仨打的呗，没事。咱们三v三不是能拿三个头吗？哎，夜魔，原来他们知道他们是三打二啊，那他们还炫耀什么呀？我起码都是单杀的，是呀。压力他呀，不习惯了，夏夏呀。我们俩你这不压力一下你家小法呀？态度，我压力人家做什么呀？哎呀，我一开始的态度也老好了。太好了，什么态度啊？啊，一开始你什么态度？我让你多拿两个头都急眼。那你赶紧让他多拿两个头呀，赶紧的。我上路传一波。你让他多拿。我再往上路走。他没大。不是，你让他多拿两个头呀。他大，刚才你咋不让他多拿两个头啊？你现在两个人走下路。让他越，跟他一个人走单人线是一样的吗？那我那一把还是玩的上单呢，上单也单人路呢，他还玩打野呢。可以。你拿你吃、这波兵线都给你。人家你怎么这么双标呀，对面的那个小姐姐。我双标，你也不看他多恶心，那时候怎么怼老板的呀？我头一次见到态度这么差的人。哎呀，夜魔不是那种随便怼老板的人，肯定。我从来不怼你。那会儿来没来你是没听着、我都讲道理了。是吧，闪闪？我觉得吧，反正我也不缺钱、不像你那么缺钱，为了三个头就会舔的这种人。哎呦！我是为了这一个头三百米吗？我只是就是觉得。你说这个是什么？你不是缺钱吗？要不然你给这种人担保，真想不通了。那有实力啊！那咋了？我夜魔愿意给我就是抢那么多人头，对吗，嬷嬷？多？什么叫多？不会就是。加农炮，哎，野区有个人头 ，nice， 快来，我们又杀人了，在这儿，哎，来了，可以，来了，快来，在这边，在这边，再走，啊，留住了，你拿，弄，可以，弄。上路应该咱一块儿还能这个可以一起下轮能拿，闭了，我帮你，没蓝了，对，没蓝了，那我没大了，空大了，嗯，杀了，我来了，能杀，没事，我扛着，哎，能杀，没事 ，nice， 不是啊，这不是一样杀了吗？这不是七一个头了，自动攻击关了，怎么压根就没开嘞？1:9，就是他们一起，咱也一起呗，姐是吧？就是，你都已经叠多少层了？92层了，还差两个头，慌什么呀？就现在才打多久啊？10分钟，就只差一个了。哎，这个，这不抽神简单的。等一下，两下，拿多拿那个人头是什么呀？这个小猫咪的啊，就多拿个猫的头。姐，你正好送一个。你好，送一个。我们两个在这边蹲着，有人来。是拿头就拿头，你还管拿谁的头啊？拿猫咪的头可耻吗？又不可耻啊！怎么拿猫咪的头也叫？姐，他拿不到。能杀，姐。他拿不到，难受坏了。是，咱就这么玩，就是他们带个挂个猫咪，咱也这么玩。收集者。哎，9:11，我们也就差两个而已。差两个也是差呀。对，就像你上吧，三个就已经嘚瑟的不行了。中路发条也行。没事，我去上路守一下。狗叫，三个头给你嚣张呢。OK。你
你看我们搭理的吗？姐你姐你直接送嘛，姐不知道是谁啊，姐你直接送嘛，我直接送，对，我就一我直你直接送嘛。我操，好沉默，好沉默，我都不说了，也不知道是谁一开始就叫。对，姐你送我杀，我们这配合无敌了，完美，无敌配合。没事，姐咱不着急，没事没事，我伤害马上起来了，伤害上马上要叠起来了。中路能什么能大伤？天壤之别。那当然了，对人肯定是一个态度，对狗又是另一个态度啊。也不知道现在什么人，哎，当老板的舔陪子。你等等等。我是夜魔的闪闪宝贝。姐别这样，姐杀我，姐真别这样。人家不不接装备吧？可以。哎呀，太糟了，夜魔。应该能杀。试一下。姐别这样，别这样。哎，我们要不去帮下他吧？啊，大姐。嗯，我们去帮他。差四个。对，现在差的不多，四个我们帮帮他。对啊，没事，姐没事，往上走走。可以可以。对呀、啊，就差四个，一个人头可300点呢，这四个得是多少呀？嗯、也就你。我们不像你这么缺，我们不差一点。也知道300点呢。我又杀了。如果有什么东西不想，我们来帮你了。闭了。我回家哎，这上路是不是？这上路你是不是能来？上路的话，来了。哎呀，这样回家比较快的，回家比较快的。死了怎么了？可以来吗？他很残。我怎么都死了怎么？可一次都没死呢。哎呀，他帮他陪玩说话的样子，一次不死是咋了？好抽象呀，加分一样。好抽象。就是。姐，你是不知道呀，我第一把接他单子，他，懂吗？各种找刺，你看他这个他家陪玩意思各种给他找借口，怎么找理由。姐咱就一起走，咱就一起走，我现在能我马上能秒人了，我大帽出来了。嗯，那也来嘛，我来中嘛、嗯、行吧，走走走，一走走走，然后控制中路这个秒了，然后分开就下路、往南丫头中路中路中路，快有一个我控到了。OK， 哇，还有大，还有大。下路拿，下路拿，可以。我们去下，我们去下。嗯，我还有大。他们去下路了，可以。看到了。走，我们去下。嗯。拿个三杀呗，是吧？还有来蹭人头了。蹭什么人头？没事，我挡了一下。来了来了。控着啦。我给你秒了，哎，怎么死了呀？哇，咋回事啊？怎么死了呀？这都是这么肉吗？他好肉的，哇、哦、，nice！ 哎呦，这盖伦，哦，这盖伦，好好，盖伦好肉啊，确实有点肉。这都差五个了，对啊，这盖伦好肉。他玩 GAD 出那个收集者，本来就比你要占上风一点。明白，明白，姐。还不好杀、啊，后面杀呀，哦、行行行两个辅助辅助不行啊！哎呦，好奶好奶，抢到头抢到头！哎呀，姐真的抢到，抢到，好奶好奶！他给他奶了一口。姐，你这奶妈玩的好呀！阿爸的，走走走，我帮他帮他吧，能杀吗？走。对了，我去给他减个速。好奶好奶，多的。这何止多呢？这属于是天降甘露呀！你喜欢我的甘露吗？不行，我没有空了。姐别急啊！哎呀呀呀呀！哎呀，别！哎呀，两个老板都保护不了你啊，小法呀！我控到了，完了。咋回事呀？哎呀！两个老板都保护不了。这个球也要吃吗？巨婴。哇、哦，一次。隔山打牛。nice。哇，他好能这样子啊，打啊，他好能 K 啊，这个人头。好能 K。不是、啊，好能 K。好能 K。有的现在你躲一躲嘛。双杀。明白，姐，我主要是也叫 K 呀、啊。着急了，着急那个发条，着急杀他了，主要是。走走走，
走，你跟着我走，我有加速。OK， 好难 K， 这话说的，这人说的话吗？就这还没有满血也叫 K 头吗？我让他带刀啊，别到时候给他。能来能来，我在后面，我在后面。实力单杀啊，就、哎、我在后面。碰到了，就是。我留了。给小法，哎，别让他抢了，别让他抢了。来来。快走快走快走，走快点，走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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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雾弥漫，哎呦，给你们怎么放火、哎、不到？小法有大呀！人杀了小法，行不行啊，小法？哇，他好能抢、啊，就这实力啊！你大招不是在吗？一摸一摸一摸，这个盖伦。我大在我看到了，没摁出来。快回家！太高了呢，不是在吗？我毙了！哇！你赶紧过来，你过来拿这个头啊！来了，挂条。我先把这个留着。这个不好杀，这个盖伦。那盖伦太肉了。不用，我就杀挂条吧。你俩玩个可以打动的。不好杀，我们夜魔来杀。我秒了，秒了。哎呀，这个发条。问题是，你现在差了十个头呀。能赶，我这后期就一个大一个能赶。姐，你就送就行了。先叠的多、啊，我来守家。好。这下路你能来吗？我可以帮你。怎么差这么多呀、啊？哎呦，可以帮你。哎呀，这话说的。下路来了。你就站在我们两个后面，你往后面走一下。站在我俩的后面。你看这语气。刚才压力我的时候一点不像这个样子呀！过来抢！来了！别给他！谢谢啊！你快拿！来了！哎呦！谢谢啊！他怎么这个人头拿到了呀？对，催他手短没碰着啊！赶紧催他拿人头呀！不催怎么行呢？打盖伦，打盖伦吧。你催他呀！不是，这手太长了。你咋不催呀？刚才催我的。我包场的呀。刚才我领先都要催一下，拿几百个头呢，他落后不催的，你看看这个。这个能杀吗？他受不了。我们来了。双标。我帮你。哎，别我来了。哎，他死了不压力一下吗？不要死啊！压力他。来我。嘿嘿嘿。死了不压力吗？死了都不压力啊，区别对待是吧？就是啊。哎，您关你啥事呀？哎呀，你人还怪好的，怎么行？你们男排可是落后了很多很多哟，嗯、一个头300点。对呀、啊。你不要自己上啊！你看他又开始关你啥事呀？关你什么事啊？区别对待是吧？啊，区别对待是吧？小人得志。对，能来吗？前确实是瞎想的人，一个不是。你看看，素质太差，无能狂怒了。态度都是一样的，素质太差。就是我也不知道谁素质更差，素质太差了。哇，吃霸王餐也不知道是谁，是有老板吃霸王餐，还说是老板。有皮丸在那里恶心老板。还说是老板，嗯、吃上霸王餐了，还说是老板。哦 ，nice， 哦，很帅，哇，落后十五个了吧？四杀，轻松拿下。哇，你今天这一把拿了什么强制性的英雄？什么手长的这一种？这后期发育，哎，太慢了，后期发育。咱俩拖一下，姐，我不是寻思拿人头吗？不是想着刚才高点拿人头方便吗？活了没？哎呀，星河不好好打呀！那一把说，这夜魔我真想打过，领先一两百个头呢，咋回事？不好打是吧？那以前打你是打着玩儿，咋了？变菜了呀？来，去，是你变菜了吗，星河？着什么菜呀？着急吗？这不是给老板拿头着急吗？着急，这你看你没看出来你急？这个也没看你拿头啊，你看你放一呀、啊，也没看你急啊。你杀不掉那个姐，你送就行了。我来守家。好，我来守。酷送。怕被他秒，主要是。盖伦不转死你。先走。走，你走，你不要死，我帮你挡伤害。哎呀！我帮你打伤害，明骚一朵，暗箭难防。
很难受。哎呀姐你别送了姐。姐你就别送了。我需要你的保护。四比十二了。那我不送了我来给你奶。对对你给我奶。我了让集火了。他现在是二十七个人头我们十二个。看好了姐别眨眼了我只表演一次。好。哇！哦，哈哈！别跑！砰！呀，操，没死！可以，可以，可以！好肉，盖伦，没事，没事，没事。拿五杀，咱们还怎么玩啊？守家就行了。不能让他拿五杀呀，他五杀会翻一倍的呀。嗯。那法强多少了？六呗。疯狂守家了那几次出去大招都没扔出来啊神装了现在 刚最后一波被集火了三个人顶着我上没招了你看着我俩呀你看着我俩你不要那个自己单独走你杀不了你杀不了的时候你就看着我点我俩或喊着我俩我他妈出板脚的来帮帮你都可以博尔头博尔头都追不上对面先对我集火的呢我也针对你你可真会找理由对那怎么不是吗四五个人集火我哎呀这边还有两个老板帮你呢咋不说呀就是啊你们三打还打不过啊对呀、啊、他刚这样的就差点拿了五杀差点翻倍对呀、啊，差点翻倍了呀！你也知道我们差点翻倍、啊。星河，你怎么自？刚才不是说领先我们夜魔之前领先几百个头吗？你出来多叠一下你的 Q 啊，星河、啊，这边人头，你别在群里挂机了。没有姐，我在给我装备。你走呀！走啊，跟着我俩呀！守家。不是盖楼怕被秒。我不是在你那吗？他怎么不怕被秒呀？我们两个在你这儿，别怕。先走。哇，你看这小法，他就差一下血，你摁一下就好了。星河怎么还卖老板呢？星河，来我上级。你卖两个。嗯、啊。你为什么每次？这不放大呀！不是盖伦一直盯着我，盖伦他，哎呀，他留技能一直盯着我。盖伦现在死了。我知道，我说刚刚那波。你这个一不要那么随意放。好的。就是啊。随意放一，你手又短，你留不住人啊。听你老板的，你老板说啥都是对的。不要反驳老板啊！这配完当的，就是啊，小心！哇，他三十，老板不给你结账啊！对，小心老板不给你结账。三个人头了，这老板哪里来的人头啊？他，你这个老板是属于是在意态度的，不在意人头，你输点人头没事的，态度一定要好，懂吗？是的，你闭嘴吧你！他刚刚都说了不在乎，对，不在乎。离远点，离他远一点。走啊，姐他，姐他还觉得你是穷逼，对不对？对他这么说我没事视金钱如粪土对人家老板不差人头呢你态度一定要好叠 Q 好吗对反正我们就拿头你叠把头给我们就行我们都是庸俗的人对我们拿头就行头我们俗不可耐可是他在下路逛街呀你现在差了那么多你在这逛街再走再走我看人我就你走什么呀不是我找机会秒他呀姐他不敢上、哎、盖伦不在他们不敢上盖伦来了盖伦来了我好秒呀、哎、我得留我们已经控住他了你在哪儿啊不是控制不敢上盖伦我秒不了我姐我得留技能秒别人你那技能我走位姐给我出个那个姐给我出个进化、哎、那个哎不是 OK 你怎么又死了不是这盖伦盯着我上呀姐我没招啊哎呀差死
先手加先手加，咱得可持续发展。还好，还好，我帮他拿。干得好，干得好，行行。还好我没让他拿到那个五杀，你说吓不吓人啊？不是姐。你怎么说啊？ OK， 舞台很大这一把。啊，星河。我没。哎。不知道我们这把。没想到有盖伦呢，姐。你这样再输了，我跟你说啊。没事，你们只在乎态度。我看这陪玩态度挺好的，你们不在乎人头。是的，态度很重要的。刚才吓坏我了，都要差点拿了个五杀，还好我把他那个人头抢到了。态度一定要好。你现在只要啊，稍微的把那个比分追一追，领先一两个也行啊，总比输强吧。领先一两个都行了。还想领先？不得领先几百个吗？不符合你的身份呢。啊，一两个就行了吗？再叠再叠叠，高低得领先个两百个头，得两百个。嗯，不领先。怎么到星河这边的话，就是领先一两个头就行了呀？不要在家里待着了。咋回事呀？你老补刀的话，哪来太容易满足了吧？你们不是太……你看，哇，人好多呀！哎呀，哎呀，又被控住了。那个闪闪，你出个那个叫啥来着？进那个叫啥来着？干锅，干锅得出一个。好，我出干锅。对，干锅。都是无尽被秒啊，姐，他手太长了，我抢不过他。我们夜魔长的地方多的是。你夜魔可不止手长。哎呀，有点短，算手塔。我一开始我选夜魔的时候，手塔手塔，我就算赢的少点也是赢啊。往后走一走，往后走一走，我来了，我来了，我在你这里。现在后悔来不及了。这个人头拿，可以，我赢三个，至少也是赢四十个头。赢啥呀？态度是第一位的，你又不在乎输赢，态度是最关键的。主要是我那把我态度太差了，对不对？还好这星河的话态度还挺好的，懂吗？人头拿，虽然说没拿，拿十四个也还行嘛，态度很重要。就是星河千万，星河千万别怼你老板啊！不要怼你老板，人家也吃你霸王餐了的呀。你别在家里挂机了呀！没有，你不出去哪来的头？急坏了！他现在四十个头了。不是姐，我现在对面没来，我出装备呢。人家出的全得守塔，你搁这出什么？啊！咱出去嘛塔。我这种保护装，什么加血的、金身的，搁那哭哭跑的。玩小法不是叠法强，纯法强啊！不是姐，一盖轮，哎，盖轮一个 R 我就没了，我没招啊！你怎么打动盖轮？鞋子来，你给我们加什么血呀？我有法穿，我也没有。姐，你干啥呢？你们，我觉得他们好有趣啊！姐，你干啥呢？你就更不好清兵了，你赶紧来杀人！你那笑的，你那笑的，我还以为是提莫。我听他们在这狗咬狗呢。来，我来了，我来了。你别往后跑呀！不是我被秒，姐。没事没事，我在，别怕。转转转转转，转盖伦，我操！舒服，哎呀哎呀，别姐，你给他个大。哎呀，手长也有好处呀。哎呀，小法不行呢，小法，你看我拉扯拉扯，哎呀，没有用。我拉扯，拉扯，拉扯，就刮了盖伦一层皮。拉扯，抽的全是那。拉扯，拉扯，拉扯。我拿，我拿装备，我在拿的五杀。五杀凭什么？翻倍，翻倍，相当于一人一份了。好，哎呀，姐，我翻倍，翻倍，星河。一个人头，我也想给我好哥们报仇啊！我又不是故意落后的，姐。三百年啊！好哥们报仇！你在说什么？好，你的好哥们被我欺负了吗？不是，是谁呀、啊我也想给我好哥们，我不是故意落后的，姐。他的好哥们报仇，他应该是他好哥们给我欺负了，所以说报仇。
五杀啦！翻倍翻倍翻倍！哥们，佳怡，你这是妈谁喊来的？慢慢来嘛。啊，我懂了。多少了？慢慢来，不急的。你们被这个男陪骗了，利用了吗？而且跟咱没关系了。给他好哥们报仇，我们出来了，我们出来吧，我们去杀人吧，不要清线了，我们追一追人头啊。出去他就一直说怕死，怕死，怕死。拿头就行了。哎，你别怕，这就是我那个顾培推给我的。怎么说什么就一直怕死？说什么那个贼靠谱？靠谱。靠谱，让人家拿五杀，落后三十个头。我他妈刚刚的时候，不是我刚跟夜魔说，不管怎么说，我也是赢着的。哎呀，态度不好呀，主要这陪玩态度好，知道吗？还好了。我这么救你，就赶紧跑吧你。哎呀，盖伦好克你啊！你看看你现在打的，哎呀，盖伦好，盖伦在克你了。还好我这英雄选的好，手太长了。你看 ，A， 你看我拉扯，你看走位。对，姐，你有干过吧？有哦，有干过就行。杀了吧，没招呀！干过，干过。太吵了，我这还不如不干呢。他又要五杀了，哎，他跑啊！不是吧，要五杀了。双五杀，要五杀了。哎，姐，你有干过没有？你出了没有？我他妈要不换的话，这五杀就是我的。正在出，还没那么多钱。姐，你不是出了吗？你正在出，是吧？你张口就来了，就让他拿个五杀，星河。姐，两个双杀，两个双杀。我他妈要哦，两个五杀，两个五杀，两个五杀。姐不是翻三倍，哎，手太长了，不是想赢几百个头吗？哎，今天我就给你打几百个头啊！你这顾培靠谱吗？亏的是什么人啊？我见面就被秒，你看看他出的什么装备，出个皇冠给自己加速跑路呢。不是我加速杀人姐，我追不上他们。不是你，我没给你出皇冠，手速跟不上脑子，脑速跟不上手速。浑身上下，你就只有那一个帽子是输出装，你还有什么是输出装？你这是赢的态度吗？别怼你老板，我跟你说，态度。态度也得放端正啊！哪敢对老板？不是夏夏，我跟你说，我顾培，哎，我顾培还是那个。我就要看看你今晚是什么时候破防。夏季赛那个亚军，嗯，然后他给我推的，他怎么会推这么不靠谱啊？肯定会靠谱的呀，肯定是有实力的。没事，喜欢态度是吧？我看看这男陪玩态度也对我好，相信啊，对吧？没降临到，话没有降临到他身上，他那个属于是站着讲话不腰疼。能不能说风凉话？我要看看这个怎么个事儿。他主要是手长，没事，我们可以相信他。你知道？主要是我进有干锅就不怕了。主要是啥？主要是，哎，我顾培今天不在，你知道吧？然后他给我推的，我顾培说他挺好的，然后挺靠谱的，所以说我才用的他嘛。这就像你说的靠谱，能够自己出一个皇冠的小法师，我们是没给他出吗？哎，这他这样子 double Q， 我怎么办呀？他可能这一把有点不在状态啊。小法师后期伤害高，但是他手太短，太短了。我知道，我们一个我知道我们一。一个头三百点，我也知道，我也挺焦虑的。现在他打成这样子，我也挺不好意思的。现在要结束了，我们得输多少吗？啊？你知道我们差多少人头吗？哎，你们两个又不差，你们两个又不差米，在乎这一点？这话说，是的，格局小了。是的，格局放大嘛。对，你们只在乎陪玩的态度，是的，是吧，夜魔？那肯定啊，我们夜魔给你赢几个头都看不上。是呀，给他赢三四个头他都看不上。12-16，不是，关键是他一死，你知道吧？他就会有机会拿五杀。就是小法，就是现在星火，你就现在就是不能死。我不尽量不死了。你看看他出的装备是想赢吗？你不行的话，你就我再找人，再找人。杀人呀！
我们出去。你在家里面窝着了。你别靠前，你靠前。姐，咱就守家。人多人你就死了。不能推。我们就守家。好姐，我跟你后边。这把两个五杀，姐你就记着啊，我就不记了啊，我就搁这哭哭杀。我都记着呢。这个盖伦老克他了，哎，盖伦老克。我给你加速。哎呀。哎呀！哎，你怎么又差一点儿？开火！哎呀！我的妈！死！给人家做完了，又给他机会了。哎呀，你这两个老板怎么不保护星河呢？哎、你看这星河孤立无援了，真的。两个老板咋帮的呀？你把人家打残了，让他来大招收。不是那回事儿，你输是吧？这话说的不是不是。你们怎么不单杀了呀？不一开始的时候就哭哭单杀吗？哟，哎，我没招，这盖头一直盯着我，没办法。对，然后你闪现，守家守家，闪现给他送头是吧？不是，我闪现去那给寒冰秒了，姐。剑魔剪头是吧？这分是不是你给是吗？你知道现在拉多少了吗？发条。不是什么呀？你这个装备，我 nice。三杀，哇，大姨，舒服。你看看你点这个，这盖伦的野区了，男陪，什么玩意儿啊？他也是那个，也有那个心理，他现在也有心理想被他哥们杀人那个。哥们儿，对呀、啊，我想给哥们复仇呢，懂吗？我们出去，我们出去吧，要不然就。这星河，你说好赢我一两百个头的，这把不好好打是吧？走走走，演你老板是吧？像盖伦不在，像盖伦不在。嗯，星河。哎。说话。哎，没演，什么演老板呀？怎么？你不是说领先我一两百个头吗？咱之前不打过吗？咋回事？变菜了吗你？之前不就挑，之前不就领先你一两百个？对呀、啊。你之前那就假装你说的是对的，那你怎么变菜了呀？嗯，还是我变强了？我这英雄问题啊，小法师后期，小法师后期这么强呢？你这把还有两个老板保护你呢，咋回事呀？这他能秒了盖伦啊？啊，那对面就出来了，两个人都对面出不来。这个可以杀吧？得出个破败感觉。我给你挡进了，我给你挡进了。我感觉得把血卖了。我给你挡，我给你挡。我看他们三个。我也给你。盖伦又来了。破败了。差一点人头。哇！这还不空血了。又死了。又死了。没事，我守家。没事没事。之前哇，今天打你不是赢了一两百个吗？啊，走位。哎。是啊，我你之前的确是这样啊。姐，你这么放进化的话，我都不敢，我都感觉我得出个干锅了。没事，又杀了三个，守家守家。姐，你姐，你等他把你等他放控制的时候，你再开干锅呗。我被减速，你就没必要开干锅了。那个吓死我！我也挺焦虑的，真的。太吓了，他可能现在就是有点太着急了，你知道吧？就是可能心里就是有太想过于为他哥们报仇了，他现在可能心里也有点不是没点心理能力，给他妈在这当男陪是吧？啊？拿我们的你加加油，给他兄弟报分。来了来了，不过还好，星河心态还是可以的，态度还是可以的，就是菜了一点，给寒冰秒了。对，就是菜点。对，就啥都好。我们有人，我们就去杀嘛。就我不不要了，这个兵不要了，给他们了。别老在那补兵了。我们出去杀人。星河啥都行，就是有点菜。嗯。星河只注重服务态度。这个，反正人头无所谓。对，人头有所谓。结束了。我可能闪现了，追着喊兵跑，追不上。没事没事没事。又跑，好能跑啊！给他越了，给他越了。我给你盾 ，nice。他还想抢人头，人头想抢人头啊！那肯定啊，咱比的人头呀、啊。我老板正就缺这个东西，我不拿一点，你们又不缺。我给他控了，我给他控了。
你们不缺呀？没技能了，没技能了。不行了，我没技能了。死！要不你就死早点，你用什么金身嘛？你早点死，早点复活。盖伦，我都不能，我不能杀盖伦了。W 能杀他，就让盖伦来杀你。你能杀谁呀、啊？他身上有个猫，这盖伦天克他。拿那个金身拖那三秒，那三秒不就给他时间杀人去了吗？有道理啊。游戏理解怎么跟块狗屎一样啊？愤怒合计来。破败打九百多滴血，哎呀，我们现在、你一死，他就搁这哭哭，搁这收人头了。我们可没出去抢你人头啊，我们在家里面就在这守家呢。我们哭哭守家呢，是吧？对啊。啊，对啊。哎。嗯，对。走走走。没办法，这把老板玩的是奶妈，清不了线，得自己清。我给你把这盖伦推走，我大他们了。哎呀，我给他大的时候，你干嘛又往后撤呀？全让他拿了。不是，又是他的五杀。哎，三个五杀。三个五杀啦。四倍。三个五杀。哎，不是。金河，你玩的什么东西啊？四倍。三个五杀。不是你这还能让他去抢着的？三个五杀，打完一折嘛，一个团结束，你大招还没用是吧？行，舒服舒服。我刚刚在这边，我刚刚在这边碰到他，你为什么又往后面跑啊？怕死。四个五杀，不用走的呀。三个五。大招还没扔。破败1800滴血。真的一个人头，你的故事就推这种东西啊？三个五杀，不是，逮着我干，我没招啊，没办法呀、你不用管盖伦的呀。不是，我不管他，他管我呀，姐。我刚才不是帮你控了吗？我也把你吹开了。我来了，我的守塔了。完了，这个兵我清不完了。没事没事，对面有 TP 吗？好像有个盖伦有个 TP， 没事，盖伦的话点几枪他就死了，我破败。OK， 往后走啊，你往后走啊！我都不知道哇，能够这么多一的啊！我到底要看看今晚他什么时候破防。真的是太幸运了。哎，我操了！那你一个男陪走位都没了吗？没有。我看出来了，大一你就叫这种的老陪，不是姐，我我那个洞，我走啊！我操！给他射什么五杀呀？四个五杀，你他妈死也没用你那个大招。四个五杀，这就是你玩的东西吗？五杀五倍，五倍啊！星河，哇！一个头三百点五倍，那就是你他妈的，我都数不过来了。丁和你玩是个东西啊啊！急坏了，急坏了！他拿了两个五杀，你的大招一次都没扔过。哎呀！星河服务态度还是可以的，星河一点都没怼老板。哎呀，也是这个战机他也怼不了呀。是个什么东西啊？是吧，星河，你那战机也怼不了老板，不硬气，身板不硬，没有底气。十几个头不硬气。对，不硬气。丢个盖伦，哎呀，没办法。你看，给他打。你不要，给他打都没办法。你不要去管盖伦好不好啊？你去管管那些脆皮什么的，你能秒的那一种，你老管什么盖伦呀、给他打了没办法。盖伦，我们两个都帮你盯着了。
没管就五个人，盖伦是他的心魔，盖伦一个肉。盖伦，盖伦搞，盖伦挺客套的呀，盖伦。对、嗯、呀、哎，盖伦又走，快快快快来！我给你控到了。我去，他要死了！哦，他还要抢人头。潇洒。他要死了。哎，你别死呀！哎呀，又死了，姐又要咱们守塔了，要咱们守塔。我出，又要我们守塔。我出一百，你出两百，不过分吧？啊，大爷，不过分，没不过分。真的，一个人投三百米了。来，不着急。六十九了。三个五，四个五张了。五倍呢，我们。我的想象不，五倍，一个人投三百米，赢麻了。星河，你这把怎么回事啊？怎么打成这个战绩啊？不像你啊，不像你前两把打的这么好啊。哎，等等，达一，你先别管他了。来我，就一个人投三百米，你出两百，我出一百，怎么？啊？大不大？不是我们本来，不是姐，我技能都丢不出来。Pentakill， 不是我们本来说好的呀，五个五杀了，一人一半的呀。不是这五个五杀，这你以为啊？你怎么现在反悔了呀？五个五杀了，不是说好了一人一半吗？哎，又不是我叫的，你喊的男陪，你同意了呀？他妈喊的是什么玩意儿啊？被困在黑暗中，我也着急，我也想让他杀人啊！他杀了吗？六倍了，几波了？六倍了，大都不甩。六倍了，你那个大招留着干什么了呀？不是我丢不出来，丢不出来就让他秒了。六倍了，你怎么能丢不出来呀？五个五，我们两个人都保着你打的，你这么意思，啊、全让他拿了五杀。包的包的都是我们的包的五杀了，六倍。对呀，六倍都不敢想象，一个人投五。一个人投三百米，我都不知道你，我要是你吗，我都得哭。哎，人家不差这一点。是我庸俗了。庸俗了，姐，庸俗了。我庸俗了。姐，你刚才那个盖伦怎么秒啊？我操！你跟我说啥来着？准备了什么？我控了，我控了。啥刺激？他也被控了，你赶紧跑！你金身干嘛？姐，你准备。姐，你准备啥刺激的？不是你为什么每次都要按个金身啊？我们两个在帮你吃技能，你打呀！你把你的金身卖了行吗？啊？能跑了？偷偷发给我刺激的，打完这把。嗯。OK。你意思他又要拿五杀？漂亮，就是这么玩。干锅漂亮。你能不能不死的呀？把你金身卖了吧，就这东西。你摁了就是耽误你的复活时间，哦呦，第一次管用呢。哦呦，美女救帅哥，可以。美女救帅哥，你每次都是我们两个在前面在吃技能，你每次都要摁个金身，摁那个金身干嘛呢？愤怒和气，不是这。激活我啊，姐，我没招呀。你能给你那个金身卖了呗？哎，啊，哎，不使了，不使了。哎，还得是我们守家呀。不是，现在是什么？你看看差了他多少个人啊？多少个人头啊？一个人头三百米，这差了多少啊？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七十六个头呢？还有六倍呢，我们还有五个五杀呢。没事，不急的。五个五杀，你赶紧出来呀、啊！不急的，就走着呢，姐走着呢。哎，顶嘴！哎，这把真赢了几百个头了，这把。对啊，都六倍了。走走走，给你加速了。主要是姐，你这我给你留着他了。
你一直没压力我，不像某些人他老压力人呢。哎呀，嗯，真没死，追不上了，真没死。哇，哎，不能推塔，哎，实在不行你们可以把塔推了，也行。我们没有推塔呀。长痛不如短痛嘛，把塔推了也行。三百点，对吧？啊，五个五杀。哇，你看着点呀、啊，干嘛还要吃他这个技能啊？我帮你控了、哎、你怎么要死了呀？哎我没推一个塔，我没他，你看他好坏啊，他现在让我们推塔，一个塔一百个头，他想让我们白白无辜的送他一百个头，怎么可能啊？你看他不急啊，妈脾气慢慢翻倍，真的恶心，我们收塔、啊、你不要去送死了行不行啊？你把你那个什么东西都卖了呗，就出点什么法强这种，打不动我，直接能一票秒的。哎呀，上了上了上了，我给你奶。啊，好嘞好嘞、哎，你别动了，没事的。卖了卖了。哎，烫屁股烫屁股。没事。你出点什么法强的那种。真的，给你及时卖了吧，一用没有，说实话。我有。他妈出零帽子我都能理解你。你赶紧复活！算了，我他妈留着人又是他头。哭哭手。哦，太开心了。盖伦还有41秒活，就盖伦有一个，就盖伦一个人有 TP， 得守一下盖伦。走走走走，跟着我走，我在保护你。夜魔，我说我最近有点缺钱，你真是雪中送炭。你都这么能打，姐不能怪我，那个不，你不要感谢我，你得感谢对面三个人呢，给你雪中送炭呢。我必须今天将心比心。哇，你这能让他？我发誓，我今天是你遇到所有的女老板里面，我这次绝对是给你最好的，啊、包的，真的假的？所有这个人里面，我给你是最好的。哦，真哇，那我得期待，那我挺期待的。嗯，哇，来人，你走啊！我感觉这一次闪闪来准备了狠货呀。如果太凉快，兄弟们，我就不给大家看了，我就吃独食了。走啊！哎呀，咱给超管引来 了，太凉快了吧？60头加6倍，他一次复活70多秒，可以吧？你干嘛呀？嗯，你没看到后面来人了吗？还要往前走？兄弟们，打完这把的话，给大家弹幕抽两台 iPhone15 手机。闪现到那边。iPhone15。有个，他们对面有个人来。马上 iPhone16 出来了。过一段时间我们给他抽 iPhone16，先给他抽两台 iPhone15。我不知道怎么追。300多个头现在。大家。我不知道怎么追了。弹幕抽，但是这个钱是厂商赞助的，大家得下载手游啊。扫描左下角的二维码。我都不想出去了，讲道理，真的，我都想让对面拆了。大家可以提前下载好，因为等一下我们要开始弹幕抽了。想拆了，那可不行啊！不可以，太凉快了，直播间真放不了。拆一下是100个头。等下给我直播间干疯了得，干封号了。靠谱的赔是吧？就是一这样。干封号了，你怎么回事啊？你这一把打的还不如前两把，你这把19个头，你前两把还能拿30-40个头，你这把怎么回事啊？星河，还说前两把，那前两把我多少我也是他妈赢了呀 ，nice，我3杀4杀，夸张 kill， 前两把不管怎么说赢了少了也是赢，也不至于输了这么，OK。打完这把抽2台 iPhone15 啊，没有下载魂斗三国的赶紧下载了啊，主要是我相信我扫描左下角的二维码就可以了啊，手机你要主要是对面有还没抽呢，对面激活我也不是想我也着急拿头啊，还没开抽呢哥们儿。好好好好好好，我们夜魔厉害，主要是我相信姐必须的，我慢慢杀，我在等，我还挺好奇，等一下您给我发什么狠货呢？挺好奇的。夜魔，我这次给你看的可是男朋友才能看的那种照片哦。啊？你看，那我不能看了，那我看不了了。我当你男朋友的。
那看不了了，我不是你男朋友，看不了。嗯嗯。你不行，你必须看。如果你看了之后，你想让我当你女朋友，你就直接说，别害羞。我也挺想跟你网恋的。节日后再说吧。别动他，别不能说别动，不能动，动动他，动他，没动，动他，没动，一下没动，别动就好了。动呀，怎么不动呢？等人出来，我们俩保证你。咋不动他？不往前站一站。奇了怪了。走。你那个衣能不能捏稳点呀？我保着你，保着你。走走走，先走。我有大，我有大。二宝一又死又死又嘎！哎呀，你这小法玩的，哎，你这是后期英雄吗？你的小法，你怎么往前面走啊？这后期英雄给你玩的，大招又没扔，给你玩的都不像后期英雄。打完一把大招又不扔，真服了，服了你这老六了。啊，嗯，就玩小法，一进场就死。我不理你，你那个大是留着过年吗？留了过年了。不是姐，你往前顶没办法呀。你为什么要往前面顶啊？不是往前面顶，是咱来。我们两个在人在塔在。我们两个在帮你往前面顶，你非得往姐进化进化进化。哎呀！进化进化进化！干锅呢？人得警告的，超咱斗鱼绿色平台的，真的。他去下路这一把。还有张发不了，还有张等下播的时候，快下播的时候给他亮亮一亮。你要去辅助他。也没录上，也没录上，录倒没录什么，就有点，就有点，有点。或者我一会儿去帮你们。裸露的东西有点多。哦，他打 AD 夜魔吗？打了小炮。姐，你说，姐。夜魔，那我要去帮一下你吗？不用。你一个人在上路可以吗？可以，必须可以。这把我们俩都让他去孤儿路，自己一个人去发育了。必须可以。这把不给他机会了，这把萌萌杀了，萌萌杀了这把。行。你看他刚才在下路打 ADC 那样子，你能不能打出他那个气势，比他打还凶啊？他这把玩的啥呀？指定比他猛呀，姐。哦，我刚才听说那个你那个朋友是第二名是吧？是吧？嗯。对呀、啊。跟你说的。是啊。你咋知道的？那你第二名你怎么还要帮他复仇呢？复仇这个字就是。我先跟你分析一下，复仇的字就是他打不过我才要复仇，对不对？那他到第二了，怎么会打不过我呢？那我肯定就是第一了，对不对？那你还骗你老板，骗刚才点我的老板，说你赢了一两百个头，想想是不是？夏夏，嗯？啊？啊？撒谎！你动动你的，你动动你的脑筋。所以你是骗我的？你想一想，不是就是赢了呀。哎，咱们捋一捋。哎，你先别说话，咱们捋一捋。我不说谁对谁错，我就根据你的话来，对吧？你说你的朋友被我欺负了，因为你要帮你的朋友报仇嘛。你的朋友是第二，那我是不就第一了，对不对？你这杀不掉啊，就是赢了，对不对？就是赢了，你不能说就是赢了。你这就有点耍赖了，被拆穿了，没耍赖呀、啊，对不对？赢你不很正常吗？这你不用胡咧，不用胡说、啊，你嘴上说的赢我很正常，你没有赢啊？怎么没赢呢？之前不赢你一两百个头？那今天怎么没赢呢？之前的话不知道你说的是真的假的，但是今天的话，三个老板都能看得出来你打不过我呀，嗯？是状态差了吗？大姨夫来了吗？嗯，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不是，是赢了呀，姐。他，你别听他胡说，在这儿。你自己想呀。不是，
自己想一想。怎么情况呀、啊？用脑袋想一想。不是都跟我说懵了？是不是？这一血，他什么情况？一血是我们拿的，一血是我们的吧？是我们的，一血是我们的。什么一血是你们拿的？一血不是我刚。我们说一血呢？姐，一血什么？一血是对面拿的。一血对面拿的，你拿的。一血是我送的，你什么你拿的？你又拿一血。想要一血想疯了。哎。你等我控他，然后你再杀。好。赶紧把这个比分追回来。这把我多拿几个五杀，给那就找往回来一点。操，真猴子。哎呀，我还以为是个什么很厉害的玩意，你多拿点人头，我给他控住了，我一会儿就下去帮你了。能拿双杀，能拿双杀。原来是江湖骗子啊，夜魔他是。我闭了。咋回事呀？赵祖一，姓何。我来帮你们，我来了。不给力啊，姓何。哎，你杀他呀！哎，你干嘛呢？你干嘛呢？怎么在那不动了？你在干嘛呀？不是，伤害差一点儿，伤害差一点儿，着急了。你又你怎么不动了呀？我刚看到你在那不动了。不专心了。是这打的不是一个人，打错人了姐。主要是态度好。你打错人，打游戏能不能专心点？什么叫打错人了？主要是态度好，没老板压力。如果我是他的话，我们是人头局。如果我是他，我也这么，我到时候，哎，我后悔了，我早说第一把我态度好一点，给他输一点也没事儿，是吧？不是，我刚刚给你发的照片，真的没有想到你在干什么。哎呀，夏夏，好看吗？等一下，等一下，姐，夏夏，你要态度，你早跟我讲嘛，我就随便玩了，我必须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陪你聊天呢，对不对？我早知道不拿头了。原来你喜欢态度好的呀，要不然不早说。怪不得夜幕给你赢了几个头，你都不开心，噜噜噜。对，原来你喜欢态度好，不喜欢人头啊。原来他喜欢陪他聊天呢，我早知道问他有没有吃晚饭呢。讲道理。这个人头，我真服了。这个能杀，等一波技能姐。姐那个照片，这个能杀。你照片全发了吗？看见没，狗熊？看到了，来了。来。全发了，等你有空看一下。对对对，快快快！能杀吗？能杀吗？能杀能杀，停！我给你扛，我给你扛。这让他拿了 ，nice。拿了，确实是男朋友看的。讲道理，缺男朋友看的。哎，哇，少拿了个三。没事姐，哎呀，没事，这有这操作啊，没事姐。差一点点让这个人走掉了。我还小。没事，姐夫，我等你不害羞。你不行就赶紧回去。我知道你害羞。不是不是，我年纪还小，我暂时没考虑这个东西。他想约我。约你就走啊！别让他那个碰到你了。哦，嘟嘟嘟嘟嘟。阿姨，你看什么呀？哇，你在干嘛？不是，我摊了这个人头了，姐，我摊人头了。你闭不行吗？摊人头了，别背。那你回家不行吗？你走回家，他都杀不了你啊！他想约我，我没招了，我只能尝试。你在这边，你可以往这边走啊！你往这边走，你是不是就杀不了你了呀？你为什么要往这边走呢？又吵起来了。龙来喽！龙来喽！这猴子怎么俩不出来了？没事，姐，别着急，你相信我。啊！哦，他们也不跟着玩似的。小猴子。哇，他这个好烦啊！过来呀，我俩都过来吧。来呀，你来呀！你快一点呀！吃他皮！拿呀，人头！你在干什么？这小火龙出啥呀？小火龙，哇，我都在帮你扛，我们两个小炮五个头，我在那控制，我在后面补刀，问题不大。
啊，我都在前面帮你扛塔，我们两个，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不是，哎，当时哎，靠谱的星河是吗？不是星河帮盒子，没有牌面。我们现在领先他三个，能杀咱下路随便杀去，只有三个小火龙，你别忘了我们输了多少啊。三项，你赶紧多拿几个五杀吧，你多多发育发育，拿几个五杀呀，给我们，我多给他们送点。我来了，我来下路帮你们。行了行了行了，他死了。哇，你怎么又死了呀？行了行了行了，不是，没事姐，没事没事。二宝一才能被打死吗？被打死双杀。哎，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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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嗯，猝不及防，快来快来快来，措手不及。来了来了，再走，没事姐。我先上，你再上。杀，随便杀，随便杀。现在能赢是就赢点啊，你不摸，你不要自己去啊，明白，我两个会去帮你的。说啥了？没听到，看着点。说啥来着？我来了，我说我来帮你。哎呦哎呦，这么多，来了，我来了，我给你保你趴下。哎，嘿嘿，我溜了，我溜了，快走快走。哎，还追啊，狗熊。还追到家了，你还追？还追，我的 nice 姐不亏，不亏，用我来换一个，不亏，一点都不亏，一点不亏，血赚。等我会儿，还十来秒，还有头呢。血赚，血赚，血赚。我可以 TP 过去。哎呀，小炮，他还玩上小炮了。嗯，来，帮你了。对呀，拿嘛人头。哎呀，扛不住。呦呦，小心小心。哎，他死了。哇，你干嘛呀？左一啥呀？走一下呀！我操！啊，什么伤害？走一下呀！着急了，着急了，着急了，想拿这个头了。我刚刚只差一。差两下，差两下，两下平 A。你相信我，你干嘛要往前面顶？抓把那么高，六个五杀就是我的。小心小心小心！我咱现在领先领先，咱拿点五杀就行了。你待会儿拿点五杀，没事他死。那你赶紧出来！我 nice。我再走再走。啊！又拿头了。哒哒哒！我又拿双杀。我来帮你了，我来帮你了。你过来，双杀双杀。哇，转麻转麻了，你真的是哎，往这边走啊，你干嘛去啊，后面有狗熊啊，你不往嘉义那边走，你往那一个人冲。哇，你在干嘛？你玩的老头啊。我都给你打标了呀，你怎么还能往那边去打 ADC 的呀？我寻思给那个谁秒，对面 ADC 秒了吗？他走我脸上了，那会儿伤害起来了。你给 AD 秒了，你什么伤害啊？真他妈晦气，早知道这样不换了。我都让你来了。不是，这没事，这你搞什么啊？五杀好了，端拿起五杀好了，毙了。啊，被你打标你也不看啊？五杀不是我的吗？你打标也不看是吧？买个啥呢？你赶紧来，三项吧，来了来了，在你后面呢，三项来了，人呢？回去了，他们左一，我赶不上赶不上。哇，你这还赶不上吗？我们两个人啊，一人一个大包你啊。 Triple Q， 真的给他控住他都杀不了。Triple Q， 哇，他一个控，我一个大招过去帮你，怎么还在后面走的这么慢呀？你在干嘛呀？我走在你后面我都跟得上。哦呦，升级了，我升级了。不是我没赶上吗？不是，你为什么不敢上呀？不是不敢上，我没慢了，走的慢了。咋了？没跟上。
人头马上又让他追上了。你刚才看了我的照片，你们想跟我处大象啊？想不想跟我网恋？我都不知道你发的是这是真图还是假图呢，跟你网恋。当然是真的嘛、嗯！你看我上班奶你奶那么多，嗯，你一看便知。不知道。对不对？不相信。真恶心啊！这还不相信吗？早知道那把他赢不了，他妈就不该换。又来了，赢不了的人永远赢不了。不是的，姐。姐，大他大我大我。人头让他追上了。感觉他杀不掉我呀。你看着点他呀，他在上面疯狂杀人。不 nice， 还可以反杀。看着了，我看着了，他不敢跟我打，主要是留不住他了。帅。那人头已经追上来了。我们已经领先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帮你，我来帮你，我来了。一个头我来帮你了，你往后走一走，你往后走一走，走一走，往后走，好好的，往后走一走。你等我们俩到了再说呀。来打他！来了来了 ，TP。追不上了，追不上了，打他吧。我来了，这有一个。行行行，杀了就行。那就别追了呀，我来给你上套了。不追了，不追了，走。好减速呀！我们配合无敌。等他出来，等他出来。在这里，在这里。我这个套是不是给你套的很及时啊？离有点远啊，太及时了。来了来了，嗯，杀这一地。残了，杀他，杀那一地。哎，他又被秒了。太及时了，我让古龙锤了。你闪现呢？哦，闪现用过了。你那个 E 呢？跳呢？我跳过去了，跳过去给他挂了个 E， 我让狗熊锤了。跟着你的后面。这和你说你这几把哪一把赢了呀？从他妈表演赛到第一把到现在啊，哪把有优势了呀？我他妈不该相信你。不是姐，我前两把不是打的挺好的，前两把是挺好的，你赢了吗？无敌发育，无敌。你哪把赢了？这打的挺好的，我请问你好在哪里？他态度好呀。是。你还没看出来吗？喷他！喷出来了！你又死了。态度好呀。哦。OK， 喷死一个。你怎么又死了呀？你怎么能让他给你杀了呀？喷他！喷他！喷他 ！Nice！ 哎，啊，这人都没给他抢到。这个怎么在我身上？哎，这个我一套盾，没事，他死了，一千块，好喷，好晦气呀！你太会喷了吧，夜魔！没想到你玩这个也很厉害，没你会喷，嗯，闭了姐，那你喜欢吗？我追追，先追追，闭了闭了，我追追，能追能追，能追，是我极致。他现在12个头。啊，这个得能追的，能追的，魔气得冲。能追上吗？那出个试一下强度，试试强度。400个头，你跟我说你追，能追能追。他现在领先你4个了哟，一次都没死，领先4个，一个头300点。真就不该换。我来了，我来了，我帮你了。挺好的。来了来了。哦，把你的龙珠塞他嘴里。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过来呀！辅助杀了吧，他给那个辅助杀了。哎，你在干什么？不是，我伤害差一点儿，伤害差一点儿，差一点儿伤害。这让他跑了！哇，你在干嘛？你怎么走了呀？这他妈都是残血，你赶紧过来杀呀！来了来了来了！你在这里逛什么街呀？来了来了！喷他！喷他喷他！来了来了来了！哇，你到底在干嘛？你在逛什么街？你在这里想什么呀？厉害！
来了，你在这里想什么？你刚才过来，来了，你给他画了都是直的。哇，你给他画的都是直的，你干嘛要往后站呢？你刚才我不是寻思拉扯一下。你拉扯什么呀？你有什么好拉扯的呀？你都已经残血了，我们两个在帮你。哎，不是，就你这种玩法跟小法有区别吗？你这把怎么不出一个皇冠呀？正方形上单。对于猴子，这里一个残血。TP， 哎呀，一人吃我一人吃四路呀。嗯，想不起来都难的。干啥呢，哥们儿？他十六个头了，说好挂个小炸弹，不是我妈呀，堆斩杀线吗？一人我吃四路呀，我靠！你给他堆斩杀线呢？想不起来，东南。没，刚刚那个人头没抢着。那是因为你那个炸弹挂上去，他哎呀，还有人给我加经验。我靠，一人我吃五路。那烟火吗？夜魔会喷，好吧。伤害你来下路呀！来了来了，在路上，在路上。快来快来！你快点呀，我大都不敢放，你不来。来了。哎呦！人头给他，人头给他。行行行。哇，你不来，我大都不敢放。我来了，我来了。哎，你中过这个。Q。我俩真是拿着技能都在给你留人。A Q。你喷你喷。